那个到九号出口呢？到什么时候去看看啊？对吧？哎，就是上次我一直拍视频，看到一个红花人，那看到吧？哎呀，几个号头没到人民公园来了，今朝到人民公园去看看。那往前面走，右手单位。那礼拜天搿搭侪是相亲角，那人家男女侪到搭来相亲，哎，搿搭一只角里向哎。相亲角。哎，相亲角。哦。双休日。也好多小鱼，哎，那边还要好看呢。那一二三，你看师傅来海呢。师傅来海。哦，来海是。哎，这个飞个也蛮好啊，搿搭这个娘们。嗯。哎，石老师，来看侬来，今朝两个小姊妹来埃面白相。哎，这个是怎么看到侬了？嗯，小张老师啊，小张老师在教，我记得看了，老师。好呀，好了，我该吃了，侬来呀。这个亚索也来了吧？前两天来过，前两天来过了，伊都没啥。上个礼拜六了，我出去外头演出去了，伊来了没看见我。哦，那么伊这两天走了，伊到搿次，伊到养搿次没啥事。没，伊好像没养，没养。哦，伊没养啊？发霉秋天没？哎，那我是讲伊平常有得扛到了呀。哎，我也没养过，毛病了进医院了。哦，侬啥毛病进医院了？哎，我搞这个老古这个肺腺亚索的毛病一样。啥是新郎？上钢柱。哦，上钢柱哦。我这个十月手术好了就没。肺腺亚索装水过哦。哎，伊就是在那医院里。侬养不啦？我养啊。我到了还在养啊，我也养啊。侬啥后遗症啦？到现在吹啊？再不吹了。喏，伊彻底喏，彻底没命哦。就搿次。我到了医院里，结果医生看我贫血有点，葛末讲我补血，回头看叫我点针的。嗯，侬是来养一个开放之前？没开放。开放后。开放后，侬倒没养着啊？没养。哦，搿硬骨头嘛。啥硬骨头？抵抗力好。真的抵抗力，阿拉屋里侪养的，就我家都没养。哦。哎，上两天看到迭个就是口哨。发个视频，我晓得侬有点身体不好了，我跟阿拉来去看看看。老师讲来海上蛮好。哎，阿拉小花搿次条命也晓得嘞，身体还到现在不大好。身体不好不要紧，要精神要好，哪怕是精神好。哎，侬心态乐观啊！我老放心啊，侬看。面色老好。德国亚索。哦，德国亚索啊。哎，我这个世纪老亚索没了吗？你这个德国老板来过来。哦，德国老板来过来。德国人。口哨一直来的对吧？这我可以一直发视频的。哎，我是从早我会两个人好几趟外头去演出了。跟小张大家天天来。我去跟他天天，我们天天天没来，天天跟同学有事体去。哎，搿次我来，真的大家还是幸运哦。也勿是个幸运，命中注定啊！侬勿该死，也没啥个幸运勿幸运。侬这个人该死。像老顾这个没办法，该死。哎，老顾哎。对不啦？伊勿该死，假如如果子女来了上海，伊也勿一定死。肯定有人帮忙了，伊屋里向没人哎，伊拉老太身体不好，老太身体不好。老太身体不好，勿肯求人。我搿些我求人，他干嘛用啊？你说子女就倒蛮多的。那么伊拉老太应该求人的呀。从威海路推到长征医院，推了三个半钟头。哎呀。搿么那样子回去了？做核酸做了以后，要三个钟头以后再出报告，才好看毛病。哎，你还没等呀？你还没等不了，他不同意我不啦？我买么子买不着，吃也吃不着，再推回去。哎呀，推回去，我点饭吃吃。哦，推回去，推不出来，推不出来了。哎呦，难过啊！没辰光，哪能做啊？出不出？那么侬哪能抢救了？哎，现在倒蛮恢复了，蛮好。我搿两天胖起来了。哎。我两个腰是来个，两个腰来，我受得了些。还好侬还好，抵抗力好，没痒。假使侬有啥毛病，有痒嘛，那么是真的了，苦死脱。我没痒。搿辰光伊查出来嘛，伊讲贫血，血结，后头再补上去又嘛。全国队是凤凰队队了好的，没人去，没几个。伊是队了介少，从小辰光就队到现在了。这个九十几岁亚叔倒蛮好嘞，还哦，搿倒蛮好哎哦。走路啊，蛮健嘞，还啊。小花要唱什么歌了？叫沈老师他唱一下。疫情以后我们都不唱歌了。王在我唱，王在我唱。王在我唱。哎，伊拉两人才会得唱啊，伊姊妹，伊姐妹两个的。啊，伊不唱，伊拉唱不出来了。
蛮好一点。上次养了以后，新郎一直没恢复。啊，没没讲过，一个今朝正好来看看，碰到侬正好搿块头，哎，小张我走了啊。啊。走了，这位啊。这位。这位阿姨。这位。嗯。这位啊，是不是？这条蛮美的。哎，搿只呢，那个倒影看上去蛮好看的啊。哎，今年辰光搿搭侪无花。嗯，啊，这个应该无花是吧？哎。